用户登录开始。用户登录结束。温度设定开始。温度设定结束。开机开始。开机结束。关机开始。关机结束。添加用户开始。添加用户结束。设备运行状态查看开始。设备运行状态查看结束。操作日志查看开始。操作日志查看结束。运行日志查看开始。运行日志查看结束。报警查看开始。报警查看结束。温度查看开始。温度查看结束。温度数据下载开始。温度数据查下载结束。用户登录注销开始。用户登录注销结束。